谁还没刻过这个糖？这次够清楚了，就是签约滑板推广那天需要他寄过来一块他自己的板做推广，就是这个上面贴了推广宣传贴纸的板。其实这块滑板原来上面都是红色的站子，你看这个视频，那天给波波滑板贴砂纸的工作人员啊，今天要去贴个砂纸啊，听说是寄给王一博的，这就是要寄王一博的板子。首先要把这个砂纸换掉，然后再把这个背面贴上。看到了吗？这是原来的板，上面全是红色的站子。没错，这个站子的板是他自己的，邮过来做推广，然后这个小哥哥不懂其中的秘密都录下来了。王那个波这顶级恋战脑大家都知道，忘不了街舞看到这个站子拼命跑过去，就怕别人给他抢。还看一眼，太别闹鬼了吧你们，这恋战脑服了。